上了好生活，这日子富了也麻烦，在家里俺老婆经常数了我。为嘛数了你啊？我小妮那天呢，我想出去溜达溜达。好啊，俺老婆非让俺穿上那件细皮夹克。哎呀，我说穿嘛不是穿呀，凑合着吧。她把脸一拉，不穿就别出去。爷，你说我活不我活啊？依我看，这事儿都是你的错，不能怪罪你老婆。哎，怎么是我的错呢？老哥哥，如今穿衣变了样，讲究款式和颜色。你家里衣裳那么多，干嘛非得瞎凑合？再说他是为你好，穿上夹克多暖和。过去想穿也没有，这事儿你还得细琢磨呀。这钱没法说，穷日子像拜白骨驼，一双布鞋穿五年，鞋掌换了十几个，前掌嘴后呲牙，走路直把脚板磨。想买新鞋钱难凑，几次想扔舍不得，家里穷的叮当响，瞪着俩眼干没辙。进城干几人之乐，都说我活像济公他二哥。说改革唱改革，改革过上了好生活，虽然俺刚才把你劝，俺家的事情更难说。你家怎么了？哎，今天早上啊，俺本来想喝碗糊糊。妈呀，俺的老婆非让俺喝牛奶，你说这不是诚信吗？依我看，这事儿都是你的错，不能怪罪你老婆。不怪他怪谁呀？老哥哥，今吃饭讲营养，啥事都得讲科学，一日三餐搭配好，这碗牛奶应该喝。再说他是为你好，太刚犯罪不值得。过去想喝也没有，这事儿你该细琢磨呀，你该细琢磨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哎，该搁钱出事多，物质短缺对谁说？买啥东西都平挑，有钱你都买不着。大鱼大肉谁敢想，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中国萝卜熬白菜，晚上白菜熬萝卜，炒菜从来不搁油，拿一块肉皮擦擦锅。好容易盼着母鸡下了个蛋，还硬把咱资本主义的一把割。是是是，那年头确实行这个。说改革唱改革，改革过上了好生活，俺家的老婆也一样，情况跟你们差不多。你又怎么了？过去住房小啊，那是没办法，现在住的宽敞了吧，也闹矛盾。为什么呀？小子在楼下连接屋，老婆在楼上扭秧歌，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依我看，这事都是你的错，不能怪罪你老婆。那你没给分析分析啊？老哥哥，如今住房多改善，再不是憋憋屈屈的冒凑合。健身娱乐是好事儿，应该享受好生活。老婆孩子都没错，何必着急又上火？过去想挑没条件，这事儿你还得细琢磨呀。这钱房子破，撒起漏风遇难者，一间屋子半间炕，取暖全靠烧柴火。三代人挤在一个屋，孩子没地儿做功课，生活甭提多难过，就像螃蟹上蒸锅。累死累活干一年，一结账还欠队里八十多，日子一穷挨发，火气儿不顺总想打老婆。哎呀呀，你真是不该打老婆。说改革唱改革，改革过上了好生活，跟你们三个一比较，俺那个老婆更啰嗦。爹，你也快说说。头几天镇上赶大集，俺老婆非让俺开上汽车去。开呀，俺说有摩托就行了。嗨，他不依不饶，非得依着他不可呢。依我看，这事儿都是你的错，不能怪罪你老婆。我错哪了？老哥哥，如今公路迷路啊，汽车一开快乐多。你腿为么
么受的伤啊？难道你都不记得？再说他是为你好，气质又快又稳妥，过去想开也没有，这是你给的细琢磨呀，我细琢磨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哎，这个天整我活，道路全被山阻隔，走路全凭俩腿凉，出门还得爬大坡，进趟县城得一天，累腿累腰累胳膊，黑灯瞎火往回赶，常在山里转磨磨。那一次要不是天黑路难走，哪至于大腿摔骨折呀？对对对，根本就不会摔骨折。说改革，唱改革，歌谣唱新生活，千好万好改革好，多费了，党推动好政策，喜迎牛年万家乐，生活越过越红火，农家日子唱得过，越唱心里越快活呀，心里越快活呀，哎哎哎哎哎。本节目由云天化国际特约赞助播出。云天化国际恭祝农民朋友喜庆丰收，丰润大地，收获梦想。朋友们，本次晚会得到了在三农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云天化国际以及云天化集团的大力支持。今天晚上，云天化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维玉同志也来到了我们的春晚录制现场，掌声有请。我代表云天化集团向全国农民朋友拜年，祝全国的农民朋友生活幸福美满。2008年，全国各地都在回顾30年，盘点30年。是啊，农业大学也举办了改革开放30年摄影展，没想到啊，在这个摄影展上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儿，请看小品《照片的故事》。二蛋，二蛋，二蛋，干啥呀？哎，你说咱们院校搞这个赞改革开放30周年，喜看家乡新变化摄影展，你我双龙，咱们都一个村的，咱们可不能掉链子啊！那必须的。哎呀，哎，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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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的，说多少回了？进了大学校门，别喊小名了。你这又没外人，你那也不行啊！这是农大校园，又不是农家小院。行行行行行行，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叫你小名了。哎，这行行吧，二蛋。不不不不，看照片，看照片啊！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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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二蛋，来了，二蛋。你脑袋让驴踢了？二蛋，你叫的。我郑重宣布啊，以后谁再喊我的小名二蛋，谁没完。二蛋，二蛋，谁呀？我要不打他个满脸桃花开，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谁？二蛋，你听啊，这是要打谁去？打蚊子。打蚊子。哎呀，这城里全部的人还有蚊子。呀呀，大大爷，大爷，大爷，哎，你拉倒吧。爹，连你爹都不认识了。爹，我跟你说，过去进趟城不容易啊，门票都买不起啊。现在咱日子好过了，想什么时候进城什么时候进城。不是爹，哎，我盖了个房子，都在城乡结合部，很方便啊。不是爹，你怎么亲自来？你把照片发过来不就完了吗？我想你了，是吧？哎呀，我这儿子呀，怎么瘦了呢？啊，那是瘦的，多吃啊。是是是是，爹，照片呢？什么照片？什么照片？我喝口水。